你先保管我俩弄啥去啊！你先看你活成啥了啊！就你还赔偿人家地瓜哥，人家地瓜只知道干好事，善事，可你一天都干啥的啊？挣钱不说，麻将场的板砖，就是喝的像个醉八仙。哎，挣钱不干好事，一天胡球乱转啊！你看你。 想媳妇儿，以前都能把你美人美气端。这，和我哥一下，你是不安不中，我安的急。你站着说话，要不好，就不理解我这个光棍的苦，俺难。白天还好办，一到晚上。 我也唱个啥呀？啊，这脚一蹬，脚头冰凉，手一冷，空空荡荡，哪像你？哎，有人搂着，我搂下谁呀？我只能把这舅当婆娘的儿子。哎，我说李舅，你个臭流氓，哎！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大光棍，能怪谁吗？哎，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要不是你挣钱吃盐喝酒打麻将，人家媳妇会气得真的和你离了婚。行，不跟你俩说了，俺回去解决花子的酒去，拜拜。 能把鸡弄到手。
又弄不出啥动静，这有了。哎，张慧玲，你猜我啥家务都不要干，把常未来的女儿保护好哦。我知道。那我到体里去啊。行，一路上慢点。哦。咋咋少了一只鸡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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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张慧玲，咋少了一只鸡吗？啥？咋我鸡少了一只？就是我都搜了三遍了。看是不是搁卷上那那去了？哎呀，这该寻的地方我都寻了，没有的。那得是叫黄鼠狼钓上走了？咋可能嘛？黄鼠狼现在都已经绝迹了。那要不就叫人偷上走了。哎呀，不可能，现在大伙日子都过好了，谁还会偷一只鸡吗？那你不好说，总有我眼角小的人就爱占别人家的小便宜，眼红别人家的东西。那你仔细想一想，今中午谁到查我来过吗？我一上午都在屋地里，要没人来吗？这你每天都要睡一会儿，你今中午睡了吗？迷瞪了一会儿。那看是不是你迷瞪那一会儿让贼钻了空子。不会，今个我大门上着哩，来人敲门我不会不知道。再说了，这大白天的，这来个贼偷鸡，咋个偷的嘛？咋个往外拿的嘛？我看这鸡八成是飞到梁林家去了。那是这的话，叫我到林家问一问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舅哥，舅哥，舅哥，谁呀？啥事嘛？我家少了一只鸡，我看看是不是飞到你这边来的。没见嘛？要不哥给你找一下。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。哎，要不咱到后院看。行，走。咕咕咕咕咕咕咕。梁林家我都寻了问了，都说鸡没飞过去。那啥，那鸡做那么了一只鸡吗？它能到哪打去吗？辣子鸡还就是一下。听说你家丢了只鸡，你咋知道我家丢了一只鸡嘛？哎呀，我昨天到你屋串门子，是凤哥跟我说的。这婆娘家就是小心眼，我一只烂鸡嘛，提到挂在嘴上。哎，就一只鸡我都没有啥，可我总觉得你家的鸡丢的有点蹊跷。我家的鸡丢的有点蹊跷，咋个蹊跷法嘛？咋个蹊跷法？哎呀，我也说不清。你回去跟你媳妇慢慢想想。
我家的鸡丢的蹊跷。这都四五天了，老子这蚕虫可上来了。上回钓了王石家一只鸡，他虽然发现了，可根本不知道咋钓的，是谁干的。丢了两只鸡，看来何条件俺说的没错，咱家的鸡丢的蹊跷，这里边肯定有鬼，有人按的爹砸的活的，不行，我得到门上骂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是泼妇才骂街，你一个男人咋好意思骂得出口呢？为了我老婆和未来的女儿，骂不出口我也得骂。哎，张奎丢。吃到俺肠子烂透透，那个缺了德的王八蛋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偷了我来鸡，你狗咋子发尿了他，你吃了被他搞死。好你个小王八，吃了你两只烂垃圾，哎，你看你有马尾拿去的。走着瞧，老子今天想睡，我就不怕害事。非把你的鸡都叼完吃光不可。这都第三只鸡了，这个王八蛋再不想办法把他制住，咱们鸡非把他偷完不可。不行，我得报警去。你们老婆咋这就报不成？就三只鸡，你花得着报警呀？就算你报了警，芝麻大胆的事情，人家警察有没有时间管？那你说咋办吧？我说你找何条让俺去，何大哥为人正直，脑子灵，点子愁，他肯定有办法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根据你介绍的情况，你家究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鸡自己飞出去了，二是有可能别人偷了。肯定是有人偷。要说鸡自己飞丢了，我家后院跟东林家后院建墙都高，我鸡根本就飞不过去。要飞也是飞到西林家李九家，我两家后院建墙不光低，再加上李九好人品，啥事都能做得出。我估计一是鸡飞到他家，他按摩了。再不就是他故意偷了我家的鸡。哎，老师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要有证据。证据？我就不信我拿不出证据。张奎丢，你在后门过道都飞了六七晚上了，连个翠毛都没逮着，我看悬了。
再把腿给难破，把你这整感冒了咋办？划不出啊。行，看来咱我鸡不是晚上丢的。嗯，贼知道我在家睡觉灵性，不敢下手，肯定是白天跌下的货。啥？果然是李九偷的。他咋偷的？他拿钓竿钓过去的。钓过去？那你拍下照片了没？没来得及嘛。是这，我现在就去他屋抓他个现行。哎，张奎的，你是这，你从后门翻墙过去，他屋大门肯定上着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李九，哎，你还有啥话说？走，先和他再去。何小姐。我这是你就偷了我家的鸡，你胡说啥哩？这鸡是我在会上买的。你才胡说！你到我家偷的鸡，我亲眼都看着了。哎，曲峰啊，你胡说啥哩？你跟王石是两口子。哎，何小姐，你有个懂法。从法律层面上讲，哎，直系亲属作证算不算数？按照法律规定，这亲属是不能作证。啊，就是嘛。这他两口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鸡就是我买下的。李九，我说你耍死狗的，这房间无人会说话，这明明是我家养的，你为啥要说是你买的？买的就是买的，你两口子说这鸡是你养的，行吗？你只要能把这鸡叫打了，我就承认这鸡是你的。我说李九，你这不是跟人胡说的，这鸡能叫打呢？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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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姐听我说，面前这只鸡，你说这只鸡是你养的，你说是你买的，到底啥情况？各自把鸡的来龙去脉说详细。我先说。好，你说。如今这国家二胎政策开放了，我也有个儿子，现在又想要个女儿，可惜的是我媳妇当真怀上了。哎，打住打住打住。哎，我说王石，这我咋就听不明白了？这你媳妇怀二胎，跟这鸡有啥关系吗？啊？更何况，还是母鸡。哎，胡说啥？嘿，说实话，说实话了。王石，你继续说。说起我媳妇怀二胎，跟鸡还真有关系啊。啥关系？你说这女人怀了孕，是不是要增加营养？那当然的，这给女人补身体，啥最好嘛？母鸡煲汤嘛。对嘛，老母鸡煲汤。可现在这市场上这鸡，全部喂的是饲料，不光口感不好，营养成分也不高。我就是买了十来只鸡，为我媳妇坐月子做煲汤，一直喂的是包谷。哦，你一直喂的是包谷？哦。怎么喂过其他？没有，一直喂的是包谷，包谷绿色环保，就为我媳妇坐月子给她做煲汤。你听听，你看人家王石多知道疼惜。那好说么？只要你能给她怀上二胎，我天天给你煲鸡汤。去你的！可是，你就却偷了我家的鸡，前头偷了三只，连这一只都第四只了。处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非把我家的鸡偷完不可。到时候我拿啥给我媳妇做煲汤？哦，你说的有道理。王师长说的不对，这鸡明明是我买的。李九，就算这鸡是你买下的，哎，人家王师养鸡是为了媳妇生二胎的，哎，你们就为说啥了？我为我过生日。过生日，郭小姐，我的情况你知道，没爸没妈，没媳妇没娃，没哥没姐没兄弟没妹子，这不，再过十几天，哥就是我45岁大寿了，我就提前买了这只鸡，哎，还专门买的鸡饲料。你还专门买的鸡饲料？
就是嘛。这么说，你一直喂的是鸡饲料？一直喂的鸡饲料，啥鸡他都没喂过。哎，我就想，等我过生那天，我把这一撒，我做一盘辣子鸡，再买上两瓶好酒，给自己好好庆祝一下。哎，郭大人，你可要把这事给我查清楚，我可不能背上个投机贼的哈哈名声。那我以后咋娶媳妇？哦，哎，你说的也有理。我说何小姐，你刚才说我说的有理，现在又说李舅说的有理，我俩到底谁有理？就是谁有理？你说的有理，哎，你说的也有理，就是我没理。哎，又说谁有理，还得问这只鸡。啥？喂鸡？喂鸡？咋的？咋的？谁？啥？你要谁鸡？谁鸡？谁鸡？哎，掌柜的。配合一下，咋配合呢？配合我演示老爷神机。我演老爷，你演班头。行，请掌柜的。错，现在是演戏，不能叫掌柜的，要叫老爷。是老爷。那好，我现在命你走一片合适之地，摆上公案，哎，再找几个群众充当衙役。我一喊升堂，你就喊堂位，然后。我说啥你打啥，一切是随机应变，是灵活运用。我说明白。哎，大姐都给我走。升堂。鸡饭带到，下面鸡饭报上名来。禀老爷，鸡是亲嘞，他听不懂人话。哦，也是，这鸡和人本就不是一个档次。王蛇李靖，在这里。既然鸡听不懂人话，你们自称是鸡的主人，那就由我来问，你们来答。行，你们姓名，鸡，性别。母鸡，年龄6个月，20天。啊，怪事，这同一只鸡咋会有两个年龄？我养了半年，我买回来20天。哦，明白了，文化程度。老爷，这世上就没有念过书的鸡？就是的嘛。啊，对，那咱就闲话少叙。接着问，下边的你听着，王氏和李舅，谁是你家的主人？你到底谁家的鸡？诚实的招来。你耍猴的吗？你不招是不是？啊？该说你不招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。哼！告诉你，王氏和李舅本是隔壁好邻居。就是因为你闹得人家两家不和，你知道你这叫犯的啥罪吗？啊，你这叫破坏安定团结，破坏和谐社会，破坏乡村文明建设。哎，事实的最大恶极，证据确凿。哎，俺们当斩。高裁缝，老爷，哎不，班头，老爷，把鸡饭带下去给我斩了。哎呀，老爷，鸡畏罪自杀了。啥？鸡畏罪自杀了。鸡还会畏罪自杀？你看，要是我捏死你，这还真的没气了。不对。我看他这是装死，搜索下去抢救，抢救活了以后，老爷我还要亲自再审。张快点，这当真是一只死鸡，我咋救了嘛？还是我老汉聪明，红红把鸡拿上，跟上我走。
待会去找老公，不管你俩谁对与错，都得给我有个说法。行，行，如果证明这鸡不是我的，我听见当然给你去赔偿道歉。要是能证明这鸡是他王氏家的，我不但赔他双份的价，我还情愿钻他裤子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老爷，赵爷，赵爷。啊，老爷，赵爷。急啥说的？正这件事。急嫂子，哎呀，都跑开了啊！这急嫂子里面全是包袱。李秀，王十年养鸡，可一直喂的是包谷。你说你买的鸡一直喂的是鸡饲料，哎，你把你我念我增大增圆，看清楚看明白，这鸡饲料咋的啊？这鸡饲料咋的？啊，就说这鸡饲料咋的？啊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是我错了，这鸡。的确是王氏家的。你说，前头那三只是不是你偷的？是。全得是了，俺偷了人家的，就是的，我哈偷偷了我。哎，还不说去，就是我俩干的。哎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李秀，哎，你知道，你这叫非法占有他人财物，直接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。是要接受处罚的，我认罚，认罚。王氏兄弟，都是哥的错，都怪哥混蛋，都怪哥，最惨的，可想吃鸡肉，又不敢花钱买，所以，就偷了你家鸡，加上前哥的三只，再这一只，一共是四只鸡，哥情愿加倍的偿还给你，加倍偿还。啥加倍不加倍的？我是得给我该得的，谢谢，谢谢王师兄，谢谢王师兄，哥再好好给你鞠个躬。不行，转裤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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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老少爷，好我叔的、婶的、姨的兄弟姐妹，哎，大家高抬贵手，哎，高抬贵手，大家都高抬贵手啊！不行，你这样转裤子，转裤子，转裤子。哎，好了。哎呀，抓裤裆我是不文明行为，年轻你就能知错能改的份上，那看我抓裤裆就免了。至于咋个处理，相信村上一定会严许处理的。那他要是不改咋办？不改咋办？我一定改。我要是不改的话，就当我娶不到媳妇。就叫我打一辈子光棍。